周易。嚟嚟嚟，點啊？我聽講好似你唔係第一次參加嗰場比賽啊。唔係。係幾次啊？五次。哇！第五次咁多，你之前有冇攞過獎啊？我想問。有。係？攞咩獎啊？唔使咁謙虛㗎，攞獎可以好大聲同人講話。係啊，我攞過第一名啊！你攞幾多次啊？四次。五次有四次攞獎啊？呢次係第五次參加。五次，即係呢次你有幾多次攞到先？今日唱咩歌啊，周怡？我妹妹更好的。阿 Lin？ 係。非常好 ，OK， 我嚟交個台俾你好唔好？你加油，俾啲掌聲，周怡。成长。